第一位，第一名，版本花織。都是日本的选手啊，白岩优奈。第三名有澳洲的选手啊，非常之犀利，卡兰尼。这位实力和表现得相当之出色的澳洲女子滑冰选手。次邀请嘉利建设有限公司企业及市场传讯总监林慧君小姐为我们再次颁奖。香港滑冰联盟主席叶小燕小姐献花。裁判长和技术专家为他们握手，多谢他们。恭喜三位，同埋恭喜我哋日本选手啊，新鲜出炉嘅亚洲冠军。
恭喜曬三位啊！咁啊，今日嘅頒獎咧就到呢度為止啦。但係千祈唔好走開喎，我哋之後仲有一個好精彩嘅表演。